今天是上线的新版本，脱贫团境也迎来了广场舞时代，你可以在游戏里肆无忌惮跳舞了。旁边这些仔也跟子怡跳了起来啊，格外的嚣张，这些小丧尸根本不敢来打扰我们呢。我们这一群人在一块儿，就算这些小丧尸来抓，也要考虑考虑要不要打断他们。这跳舞跳得这么嗨，这小丧尸应该不会来抓我们吧。好了，子怡现在开启跑酷模式了，来，别跟着我了。走，旁边一个小丧尸想上来，这人很坏呀、啊。坏战士出现，你也有这表情啊？前面这位应该是看子怡视频的老弟，小心点，不要被偷袭了。我先走一步了。开启表情功能之后，以后玩突变可以更加嚣张了，在丧尸抓不到我的时候，甚至可以做个表情嘲讽。刚刚底下的小老弟是被抓了呀，上面有人堵我，直接跳下来。玩这模式一定要坚持到最后一秒钟，别看现在还剩下20多秒，也要继续玩下去。强化战士，终于功夫不负有心人呐、啊！底下全都是小丧尸，结果跳下来就被卡住了，有点倒霉。不过丝毫不影响子怡的旋转刀法，这局发挥还是相当出色的。拉开身位，准备回头，注意这一刀劈倒了3个。喜欢这期视频，别忘把该点都点了，最后也能狂砍10000多分。